下面还有矿车哎、欸，算了，不用吧。我给等下，别炸，没没得点，炸了。为什么苦力怕大矿车？苦力怕怎么还会开矿车？是杀神。哎、欸，这有什么有路？这还是在。你听见有一道，你听见不远处有一道沉重的门被打开的声音。我没有手机，只要反扣。哎、欸，没事、欸。哦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刚跳下去那里，然后我有那個、我找到一个神奇的地方。我说会，我有给你清，对吧？你就没办法掉，可是你就没办法下来。哦，哎、欸，哈，这边应该是一个休息点。正常方法应该是怎么下去？你要不要解释？我不知道正常方法要怎么下。我去看一下。那个臭脚。哦。所以你只要拿到一个青银饰，你就可以下来。哦。吧，欸、你已经死那个死四个，人家都笑十四了，笑死，哇，这东西好好，哎、欸，我知道你要走下来了，哪里？你好，单脚，现在我有梯子。你可以直接用梯子下来，不是吗？你觉得我对对，我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了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石砖柱？你的梯子怎么做啊？我来思考。我有，我知道有，你可以直接跳下来。哎不，我要自己做，好吗？来哦，那六十专注，你们看到哦？我觉得你那边跳不到。呜、哦，欸，下面真的是，我觉得下面真的是作者藏起来的地方。你铺在轨道那边啊。等一下，好，我来了。你有看到我吗？没有，我现在死掉了，你先等我下。你为什么死了？你刚想要尝试放在那个轨道上面，哦，铺个石砖柱，然后我上面帮你放楼梯。你看那个四面都要放哦。看到我？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过梯子环浆。这招要很，这招要刚刚好落在梯子上面，不然就挂了。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哪里？刚刚你铺那么远，我在。你要我？你看得到我吗？看得到啊，这边应该可以到得了。很远呢、欸。啊，没事啦，你铺铺看，你跳跳看呢。啊，到不了。哎，晋级的。哎、欸，我到了。好。那是因为你有靴子啊。没有啊，我走在楼梯上面。屁。真的啊，这是青云山，没跟青云山的关系。没有，我是落在楼梯上面，这个、啊、这个柱子上面有楼梯。然后我现在快要到了，我问你快要下去了，下面有楼梯。你走还摔到了。
我就不会，你管那么多，我就不会，你管我。嗯哼。那箱子什么都没有。啊，是哦。自己放屁。那是被我拿剩了。欸，你要防弹 IV 的胸甲吗？那我有了。新的，还是你要锁链的胸甲？啊，我也有了。哦，这边好多东西哦，好好，好爽。你知道对面也有吗？很急耶你，莫名其妙。嘿嘿。急屁小朋友。我现在等级超高欸，几等？30。30。你也弱欸，31。然后我现在31欸，有点。然后我们要想办法上去。你知道怎么样上去吗？我知道，跳下去，一遍就。那我非常的高兴。啊，这超多沙子，超难走吧？沙子也太多了吧？欸，我现在光是强力二燃，然后还有燃烧。哎，等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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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我剑爆了！啊，我到了。你在哪？你在哪？你要重新把这些矿石重新进一些。啊，你在哪？啊，好死！这边超可怕，欸，我的弓欸，怎么不见了？欸，我没有食物了欸。欸，僵尸要来了。里面喔，里面直接冲进去比较好。怎样怎样？不是，里面冲进去，我觉得有点那个。反正我都直接冲进去就好，就你刚刚这里那几个。不是，里面有点可怕。啊，快死掉！对呀，你后面加油，我是一颗半。那，哦，我又到这里，我又到。啊，我被卡翔，哇！我要不要直接冲进去看看？我又被卡。我直接冲进去看看好了。我被卡墙，我被卡在墙壁里面。哎，里面现在没，快冲啊！是啊，你快点冲一冲。我来看一下你刚刚怎么一下。有拿到，我拿到。然后，大力回复。哦，那是干嘛？什么是大地？那要是大地，他上上集的时候，我们是看那个，不是有看那个什么剧情吗？然后他们就说，有些大地中因为大地叫大地，所以就看不了。哎，你是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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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，我要去看一下。啊，那大地不是？一个什么？你要去玩？我一直接希望我不要让他告诉我的孩子。哎，我跑到刚刚车站那边了。哦，终于来了！不是，等一下我要20。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我要自杀。不要。哦。哦，你终于来了。你在车站里面转场一下。里面有一箱子矿车。
啊，你不转场。出发。出发。哎，等一下，不要，恐龙不要。哎，阿斗射到我了啦。嗯，还是对。杀死。因为我那个。我帅气的程度会，就是他会直接避，他是哦，他好帅哦，我不忍心射他。哦，那个帅哥好帅哦，我不忍心射他。他都没有射到我，他都不。所以他直接挡在你前面。你看他没有射到我啊。没有，因为他觉得我太帅，他要来迎接我。哎、欸。白痴哦、喔！哎、欸，我没打到你，我要死掉，我要死掉！欸、是什么？一个箭头，然后一个按钮。啊！嗯？我不急。你没有听到炸弹的声音。不，我有听到，但是我不知道，我以为他会把我炸走。好啊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话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